快令邓，但是呢，大元会多多练习的。这次呢，为了就是这次的香港行，就是呢，就是为了准备明天的大元爱的抱抱见面会，然后就是大元可爱的看板。如果喜欢大元，或是想和大元有更亲密的接触的话，明天一定要来哦。为什么没有大元的抱枕？明天大元要来呢，周秀娜没有要来，但是有周秀娜没有大元，我要走了，拜拜。非常之難得的一個機會來的，所以大家要把握這個機會了。